2021年是必比登推荐挑战100公分小点心，小点心真的太会看，你猜整个进化哎，很漂亮，泡芙有一种想要拼了的感觉，对啊，对折啊，一口塞，胸蕊的感觉，我现在有企图心了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欢迎收看。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很多年轻人喜欢来的地方，你们喜欢来这里吗？喜欢。喜欢。你为什么要？你干嘛心虚？偶尔。偶尔。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像西门町这边啊，除了是我们很喜欢来年轻人多的地方之外，观光客也很喜欢来这边，因为这边有很多新的店，然后这边呢也有很多的美食聚集在这边。那我们今天要吃整个台北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吃吃吃吃吃。然后呢，希望你们今天可以吃得很开心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小可爱跟你们一起吃哦，我们欢迎吉普西。嗨，欢迎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我们今天要来跟大胃王一起吃。好，好，我来看今天我们要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网路热点美食100公分挑战赛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待会呢会把食物排成，所有都是100公分，每一家店都要吃100公分。哇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会怕吗？有点。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啦。Go！ 我们现在去的第一家店呢，是我本人心目中大概前三名的当阿比哥，在台北啊，很好吃，而且它连续2020跟2021两年是那个必比登推荐，哇，很好吃，而且这个呢算是在地人的早餐，哇，一走进来就好香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看到满桌的这个当阿比哥，整个人胃口大开，有开了吗？好开，有开哈，所以吉普星你也开了吗？有，有哈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挑战要有100公分，然后因为我们想要凑整数，所以我们多了一碗，就是凑10碗。然后如果是10碗的话，就是113公分。那因为这家呢很红，然后也是很多网美网红很喜欢来打卡拍照的热点，我们来搜寻一下。大桥头等阿B哥，你好，你好，收了。你看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好吃？真的，而且每个人啊都拍，就是像这样，有配一个汤啊，然后配等阿B哥去，你看这整个这边，哇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那我们来拍一个自己的 style 好。好的，来喽。好，哎呦，3、2、1。今天大胃王造访美食热点，当然不能用一般的拍照打卡，大胃王将用100公分的美食打卡，他们能挑战成功吗？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计时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然后这边有酱，甜辣酱跟辣椒，你要加什么？我想要甜辣酱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他们忙起来吃了耶。他们是慢慢的半口大口吃下去，半碗吃。现在时间呢，才过了一分，还没有一分钟。然后呢，你只要把一个嗑完了，很快。那我放中间给你们夹。泡芙吃完了，现在只过了30秒左右，大1分钟，强哦！这个饭粒粒分明，嘿，配上它那个油花，对，因为它可以肥的跟瘦的，我喜欢肥的，你喜欢肥的，然后融合在一起，完美，这个肉汁整个渗到那个米糕里面，超香！我在吃原味，我就觉得蛮够味的，对。配酱很好吃，所以你是比如说算是胃口小一点的人，我非常小，好，那你就量力而为。我觉得你们好像不只可以吃10碗的感觉。然后这边除了可以加那个辣酱之外，它可以加上那个辣菜爆，很好吃。泡芙，你变好强哦！强吗？对啊，你现在整个进化哎，二点零，它吃超快，好强哦！你是谁啊？好强哦！现在时间剩下27分35秒。超快，才过2分钟，好快哦！强，它是3碗，要第4碗，半碗都还没吃完。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说，应该算是小孩子的那种类似副食品吧？就咻一下就吃完了。小点心，小点心真的太会看，好吃，饭够湿润，所以就很好，很好，一下就送进去。而且它的米粒也是属于比较软的，它真的很蛮软 Q 的。
而且米糕其实北中南口味都不太一样，像北部会有点像是那个油饭的感觉。哇，第四碗了。哇哦！时间呢还剩下26分32秒，然后爱家呢现在在进行的是第四碗，即将结束。然后我跟伊普西都是还是第一碗，对啊，一大堆，我都慢慢吃，好香哦，我都吃很小口，他们好厉害哦。你们喜欢吃加酱还是不加酱？我觉得要加，要加酱，它的酱很香，就甜甜的，对，提味，很好吃。哇塞！你到底是谁啊？1、2、3、4、5，要进行第六碗了。胖虎要吃第六碗了。爱家现在吃的是第五碗。这个当做那个一天的开始，应该是蛮幸福的，蛮舒服的。可以直接看他们一直吃，会自己也跟着一直吃，忍不住，因为好像看起来他们吃的其实虽然很快，但是看起来是很美味，对，所以你就想要跟着吃。然后爱家现在进行的是第八碗，很强哎，我们时间还剩那么多哎，很多哎，我吓到哎，22分38秒，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大胃王坐在我旁边这样吃东西，这种临场感，身临其境，很震撼。对，好了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泡芙要吃最后一碗了，第十碗了。今天要挑战这个100公分，你们会有觉得有点害怕吗？如果看起来，那如果我们都挑那种很短的东西，比如说铁蛋，铁蛋那大，你们应该会发疯吧？我觉得爱家速度也有变快，被激发的，很强。现在时间剩下21分24秒，好，泡芙吃完了，时间还剩下21分12秒，所以你不到10分钟。就吃了10碗，所以他一碗真的不到1分钟，好厉害哦！你们今天是很想早点回家是不是？好怪哦，真的，哎，家发起这个不浪费的精神，终于也吃完了，时间剩下19分51秒，我们是不是给你们太多时间了？对不对？好像其实我们本来想说糯米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真的。低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超强，100公分不止完成了，而且还突破纪录，耶！113公分的党阿米哥大胃王，只用10分钟就完食，满足指数也仅仅微量上升。两位大胃王，一人吃下10份，总计完食20份的党阿米哥，重量累积高达2.9公斤。我们现在到了呢，这边算是美食的一席战区，就是晴光市场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妈妈他们嘴都很挑，所以能够在这边屹立不摇都是很厉害的店。那在旁边一点那边呢，有一家蛋饼店，这边也是很多年轻人超级喜欢，然后它的口味很多种。那也跟你们说一下，等一下那一家呢，如果没有吃完，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励，继续再跟你们说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看到排队人潮，就是到啦。哦，你们有觉得这里面的装潢跟我一般看到的早餐店、蛋饼店不太一样吗？有，完全不一样。你们觉得这像什么？也对，真的。而且因为我们拍摄的关系，音乐有关掉，没有音，就是没有音乐跟有音乐也差很多。然后我们坐在里面很有气氛。你有来过像这样早餐店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真的，我觉得这很适合那个先去夜店。然后就是还没醒来，这边吃完早餐，就是玩到天亮，然后来吃。对对对，很幸福。所以这边当然要拍照咯，但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大家这个打卡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它其实有正常分量，又有这种巨无霸的分量，看起来都很也很好吃，它的料好多，它多到就是它的宽也很宽哎。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样来拍一张吧，来哟。好，1、2、3。然后一样，我们两个是正常的分量，但是这种分量是很大份嘞，我大概吃两个就饱了。我应该再可以比你多吃一点，三个。它里面的料也感觉超多，然后像大胃王的是加大版的，然后我们呢一样帮你们做了100公分，然后这个呢，如果你们全部吃完，就会吃到110公分，可以突破自己。所以一样，我们这个100公分呢，我们要挑战30分钟。那我们计时开始。嗯，
它的皮真的很脆。对，而且里面菜也超爆多的哎、欸。你们有可能在这边就吃到铁板吗？其实很扎实，对啊，它很皮皮蛮厚的哎。对，而且它那卡兹卡兹卡兹的声音很疗愈哎。对啊，一不信你平常喜欢吃蛋饼中式的早餐吗？我喜欢，你喜欢，而且我喜欢吃加起司口味的啊。嗯。但像这个，它就是跟一般的很不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九层塔。是鸭嗓，鸭嗓第一次吃到，它其实还蛮重咸的，哦，因为鸭嗓本身就有咸。那我觉得它里面的九层塔又可以提味，所以吃起来其实口感蛮丰富的。因为我觉得来到这边就是要吃这种重咸口感，对，配合这边的气氛。配合音乐，老板你配得很好。它除了咸之外，还搭配洋葱的意面。嗯嗯嗯。然后我们帮你们配的口味就是有。都是鸭肠吗？还是咸猪肉？哦，咸猪肉。嗯，而且你觉得它上面还有撒那个姜葱什么的，越嚼越香，对不对？你有觉得他们吃的那个速度？有时候我们聊天啊，觉得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对啊，他们会突然就吃的，可能待会就剩半盘了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你平常会看，比如说大胃王的影片啊？我怕我会胖，嗯，因为我其实是。吃的胖的，但我看他们应该是真的吃不胖，就是真的好瘦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今天早上第一眼看到他们的时候，你有心里有什么样的抱怨吗？就想说，哎，这么多人瘦之类的。原本是戴着口罩，然后再弄头发嘛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工作人员啊，我就问他说。你是今天的大胃王吗？嗯，他说对啊。我说那他的腿也太瘦了吧，两个都很瘦，很可怕。对，好好，好好，好羡慕。我觉得他的酱有一点点像是烤玉米上面会插的那个酱，嗯，烤肉酱，蛮好吃的。你们两个都吃的，不太吃，我不太吃啊。我之前蛮爱吃的，那现在？现在就是因为常要吃大量的食物，所以就没有吃了。你怕胃受伤吗？怕伤到声音。哦，会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声带之类的。我觉得这样会觉得喉咙很伤。哦啊，因为他刚才说会伤到声音，是因为浩福他要去参加歌唱比赛。真的？对呀，对。哇，他太聪明，你有试唱了，多才多艺。哇，好。现在唱什么？现在要再唱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要唱哪一首？刚刚那首。哎，我之前去唱，比赛的时候是唱《当你》。哦，嗯，王心凌，对，好啊，来一首吧，副歌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哇，边吃边唱，好厉害哦！希望你可以那个。得到很厉害的名次，我们去现场帮你加油。我这样可以通过海选就好了，一定可以的。跟大家来报时一下哦，现在的时间呢剩下19分13秒。然后呢，因为时间即将到了一半，然后跟两位说一下，如果没有在限时30分钟之内吃完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游戏，就是会在你们的脸上哦，不是真人啊，我说我们看拍的照片。上面会帮你们加一些小特效，会有点丑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油好吗？我们这次下手是重点，所以会有一些特效，所以呢会有点小整吧哦。而且我们会把这个照片放很大，放在一些你们不想放的地方，你好吗？不跟你说，吓死你！比如说你儿子幼稚园门口，妈妈怎么可以这样，然后哭出来一样。好，他们两个现在的进度我来看一下。如果是两个人加在一起的话，等于算是吃完一份的那个巨大蛋饼。加油！然后这个的重量呢是大概1.5公斤，因为他们刚刚前面已经吃了2.5公斤的那个马里糕了。我大概吃两个就已经饱了，它的料是真的很多。给你们看一下侧面，超级多，超多。它辣椒好像是那种像那个灯笼辣椒那种。我想试试看到底有多少，不然我来加多一点好了，因为我们刚刚遇到那两个出去的客人也是说很辣，我们一半都吃不完，对，他们就外带。哇，这真的有爆炸哎！两个人讲话，这是流泪吗？有点像的。它是有一点像是麻辣锅的那种，嗯，麻辣，真的还好，
跟它那个麻花椒，哦，还有那个。我喜欢花椒哎，啊，并讲一个后，我越现麻我越爱，真的假的？嗯，那如果你会很喜欢哎，接下来试一下。你吃麻辣锅都是吃什么辣？就中辣或大辣。我感觉，哎，我们基本应该是忍不住的时候，你这个一天死来，到底会不会太辣呢？辣，但是我觉得因为它不会停留太久，所以就你可以休息一下再继续沾。嗯，很香，真的好辣。胃打开了，还把你的辣度也调大了。哎，其实还是蛮辣的。其实蛮辣的。加加加加，前面有饱吗？好辣，喉咙。要开始辣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要去拿一下卫生纸。我想跟那两位民众道歉，真的好辣哦。这个辣椒有多辣？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在外面的柱子上面有写，他们店使用的辣椒呢是金氏世界纪录第七名的辣椒炸弹之母。哇哦！所以它很辣。如果是空腹了，或者是不太常吃辣，然后或者是平常自以为很会吃辣的朋友，请小心。不要轻易尝试，我就是一个过来人，所以我是告诉大家要小心。好的，这样子有一盘已经清空喽。哇哦，好强哦！我觉得光可以吃完一盘就超强的哎。我光看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，很强。两盘已经清空了，剩下中间那一盘呢？而且他们在边嚼的时候，我在边看他们的咀嚼肌肉，为什么？一直嚼还会没有咀嚼肌肉，哇！我们还会，他们的脸很小，真的，你们会按摩。而且老实说，你们现在即将要到100公分，是不是觉得看到了一件曙光呢？现在时间在2分54秒，好，剩1分钟的时候我再来。是不是可以不用站太久？来来来来来来来啊！来耶耶耶耶耶！很敢，有点大口。哎哎，这会不会是拖垮泡芙的这一口呢？怎么样？很慢，很麻，很麻，而且很慢。它是真的慢慢的蔓延。嗯，有辣吗？真的香。他觉得香但不辣。我们现在这样，47秒。要紧张哦！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！到底爱家的小孩有没有看到妈妈被同事画脸的样子？10秒了，10秒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哇！时间到！我来做一点后期，帮你们把那个。你们有不想要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吗？不会，不好，我放心了。越不想越要做。对，他太老实了。对。大伙欢喜！这太厉害。40分钟内挑战吃完100多公分的蛋饼，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厉害！因为这个的确难度是比较高，比较难咬，不止皮不太好咬，连内馅也是。所以呢，我相信他们的肚子也应该也是蛮饱的。我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超有饱足感，我刚才点到5，超饱。我到4，因为我没有吃很多，就只敢吃3个。6。哦，哎呦，有饱！哇塞，你上升很快哎，差不多是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好的，所以感觉呢，大家已经快要到一半了，所以决定去吃一个甜甜的好不好？我们出发！吃完110公分的古早味蛋饼，累计总长超过了3.3公尺。约莫相当于一般住宅1层楼的高度，大胃王究竟还能吃多高呢？刚刚我们前面的是粗饱的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网美都很喜欢的，而且它很可爱，你
们有吃过棉花糖吗？有。那你们有吃过日式棉花糖吗？没有哎，好像没有，只有吃台式。对，我也是，我都吃台式长大。它们好像长得很可爱，很有造型，味道也很好。我们去疗愈一下。这间由日本老板娘来台创办的日式棉花糖店，与一般常见的台式棉花糖究竟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一进来给人家王美店的气氛，对不对？马上来看一下，哇，好可爱，像在日本的感觉。而且，哇，他是在做，哇，好疗愈，哇，哇，好可爱，他在旁边拧公仔头发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好的，所以这个除了这种杯子之外，还有像你们手上拿的这个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吃之前我们来拍一下照片。好啊，完美哦，老板你们俩入镜了，要笑哦，一二三，好可爱哦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呢会计时15分钟，让你们吃得开开心心，然后让你们吃得很满足哦。好，计时开始喽。是。我看它口感层次好多，外面是很松软的，然后咬进去，咬到冰淇淋，而且这个其实他们是从就是在日本的时候看到，然后说哇塞，台湾怎么没有？然后把引进到台湾，很棒。而且他们说他这个棉花糖的机器啊是从日本来的，所以它的那个糖会更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心这个好吃吗？嗯，我的是草莓口味，然后里面还有草莓干。很棒哎，因为以前小时候都是吃一整只的，但我都很喜欢把它压扁扁，然后吃那个糖，很好吃。它的棉花糖是扎实的那一种，吃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其实拿着配料就很可爱哎，它视觉跟味觉享宴哎，真的。而且大市场做那棉花糖好疗愈。所以这边其实口味很多，当然有比如说什么红茶、乌龙茶，还有洛神花、凤梨。还有水蜜桃哎，对，然后有时候还有季节限定的，所以来这边呢可以品尝它不一样味道哟，好好吃哦。你没有吃过像这样棉花糖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它很不死甜，洛神花的，对，而且如果草莓，谢谢。如果这个如果是同样的甜度，一直吃一直吃，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腻，但它加了很多不一样味道在里面。而且你变成大胃王了，甜点比较厉害一点点。我甜点我可以吃比较多。好好吃哦，但它料很多哎，然后像吃甜筒下面的饼干，它把它捏碎放在里面，对，就有点脆脆的口感。嗯，再加一个抹茶试试。我已经吃第二只了，耶！我们最喜欢把那个来宾喂的饱饱的，然后把一些说我不太能吃，我是不是想，然后看你们吃很多，我们就觉得很被开发，很棒。你比较喜欢草莓还是抹茶？嗯，我刚刚是吃洛神花跟抹茶。抹茶蛮好吃的，是甜甜的甜苦，它是甜香甜苦甜香，香气比较好，真的、哦，因为它里面还有草莓什么的，不会苦。哇、wow, 啊，这个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对，有巧克力，有巧克力，哦，巧克力凤梨，水蜜桃，大家现在已经变成来购物了，怎么样？巧克力。这真的很值得拍照，真的好。所以它里面冰淇淋不太甜，对，很棒，配上外面很甜的棉花糖刚刚好。对，开动。我这个是那个秘密的隐藏口味，是巧克力，隐藏版的。对，隐藏版巧克力。他们家的糖有用日本的糖哦，日本的那个糖呢，它甜度没有那么腻，然后它的价钱呢，比平常糖大概贵个有3倍吗？很贵，但他们就重本，因为那糖的感觉是不一样。然后现在时间呢，还剩下7分10秒。你是第几个啊？第二个。哇，你们这样描很好细哦。我刚刚没有很到很死甜。就是一般的棉花糖是含下去就一口糖在，对，它就变一块，会变砂糖的感觉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疗愈哦。老板，剩最后一口了。来了，就想听到他们这种急速的声音。对，时间剩下3分50秒。那红茶看起来很厉害。我们等一下想吃什么口味？我泡吗？草莓的。好好吃哦，那红茶也很香哎。
我完食，瘦了15分钟只能吃两次。很棒。你们有看过客人一次吃很多的吗？欸、没有哎、欸，最多就是大概两次。那你们觉得老天爷很不公平吗？那么瘦。你觉得你可以再吃一只吗？应该差不多。可以。可以。可以。而且我好想要一只这个。纯大大师。老板，我们如果吃比较多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小奖品，比如说一支棉花糖吗？日式棉花糖。耶、yeah, ，谢谢老板。哇、wow. ，做一支棉果的。好哎、欸、啊，对，我们看到有人打卡是那个，对啊，在那边拍照，可以。那我想问普琴，你觉得拍照有没有什么样的角度或姿势，你觉得拍出来是？我觉得如果它是这种就是很可爱的甜点的话，你可以有点跟镜头互动的感觉，就是可以这样子。哦，给它吃。对，这样，然后就是稍微还可以，就是在你的脸的下面一点，因为往前伸嘛，会挡到一点点的，会可以挡到一点点，挡到一点，看起来脸就会很小。对，要再低一点点的，对，有点蓬松感的。虽然是要看人，跟他互动。哎，给你吃一起入座。那你的话，你换你。对，来了。尴尬。胖虎，你可以吧？你太可爱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时间到。怎么办？我拖到你们的时间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手上这个吃掉，消灭掉。然后爱家吃了4只，然后胖虎吃了5只。跟你们报告一下，这个一只呢大概是30公分，嗯，所以只要4只就会超过100公分，哦，所以你们都超过啦，但是一只要超过我的身高，真的哎，好的，所以我们都完食喽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吃了，好吧，我们出发。15分钟轻松完食9份棉花糖，累计完食重量高达8.5公斤，总长超过了6公尺，长度相当于一只成年大象的体长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永康街这边，这边呢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餐厅，而且很漂亮。普琴是不是来过？我之前有来过，而且我蛮常来的。真的哦？因为它店很漂亮，很好拍照。好，就到了。很漂亮，你看它的门口就可以直接拍穿搭照了，真的，而且很像法式乡村，对，是什么很漂亮的，没错。好，走，我们进去边拍照。你看，已经有人在拍照了。这一家店是不是走进来一种美美的感觉？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边打卡，到底大家都很漂亮。像是森林一样的地方。对。那我想在上菜之前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们要选，因为我们不是100公分吗？你们要长、宽、高，以哪一个来计算？这一站，大胃王将挑战店内的招牌美食，未知的长度选择将影响100公分挑战的分量。大胃王会怎么选呢？长吗？因为你看，像刚刚那个棉花糖，它很高，哦，对不对？对耶。对啊，但它不长。但是以这里来讲，我猜是盘子，我感觉长或宽吧。我加一。长。确定。好，公布一下。今天大胃王要品尝的就是这道海鲜嫩蛋可颂。大胃王选择以长边来挑战，必须要吃下6份才能达到100公分。上菜咯，这样子呢一个人大概吃6个左右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而且它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对啊，而且它打开来就像是那个珠宝盒。对，你看很强，很强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先来拍一个网美照。好吧，1、2、3，好，那一样我们计时30分钟，计时开始。然后你们边在吃的时候呢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可颂啊，它是一个算是小小的名牌，它在台湾非常的有名。然后它是一个那个法国的厨师做的，吃起来那个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糖水酥脆感，而且它不会太油太腻。你好，这边请。这个可颂我们有一点惊
为天人的好吃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馅料？好，这我们都是高山现烤的可颂，底层的话是用那个沙蒜奶油，所以会有点蒜香味。嗯，然后里面是有那个用魔鬼蛋做的做了一蛋沙拉，然后配上那个虾子，对，油封虾，油封虾，然后再淋上那个我们用很制的鲑鱼卵。哦，拿来铺上去，然后整个鸭子特别的酥脆口感，真的，而且这个是我首选，都会推荐给大家点这个，因为它很漂亮，然后又很好吃，对，而且它里面味道很丰富，就一层一层的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所以吃起来呢，应该是你们喜欢吃的口感。然后我在讲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看到泡芙蜜已经吃完这个饮料了，什么意思？我喜欢吃呀，真的。蒜虾子还是很嫩哎，对啊，很好吃，而且我觉得它在里面加了那个酪梨还有蛋之后啊，整个变得更滑顺。嗯，对于你们来说应该是很好入口、很好解决的一个小东西。然后再聊聊聊聊聊，泡芙就吃完了。那你们这家的 tempo 很一致哎。现在时间还剩下26分02秒。好的，两位认证呢，这一 round 都是从面包开始，慢慢的把它消灭掉。他们吃这个看起来比那个蛋饼简单。嗯，你看出来了。而且他们面带微笑，哎，没错。而且有时候很可怕的事情是，我们在坐车的路程，他们的胃就会下降，就是那个饱足感会下降，所以他们大概可能只会升一格。有时候我们还会倒退路。好酷啊！好，泡芙吃第三个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哦！主持人有。哇哦！哇哦！真的超赞。好，爱家第二个也完食，进入第三盘，时间还剩下21分26秒。哇哦！而且泡芙有一种想要拼了的感觉。对啊，他刚刚把可颂给对折，对折啊，一口塞，收尾的感觉。对，现在都进行到第三盘了。然后你们刚刚前面已经吃了8.5公斤了，所以这个可能会再多加蛮多的，因为它那个其实它那个很湿，所以蛮有重量的。对，虽然很湿很重，但是不占位，对不对？嗯，好猛。而且你有觉得越看越觉得疗愈吗？有啊，嗯，很疗愈。因为其实一开始的人会想说，哇塞，他们吃这么多，会不会就是看得很有压力？或者对，看到他们把那个盘子全部清干净，很舒压，对，非常疗愈。好，泡芙现在剩下盘子上的一些小渣渣，就要结束第三盘了。泡芙真的好会吃。泡芙，你没有受到什么刺激是不是啊？没有。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也是一个属于慢慢的那个派系吗？我现在有企图心了。啊？哎呦，原来之前没有企图心那么强了，好可怕！喂，我也是进入第四盘。时间呢还剩下12分15秒，真的很秀哎！哎，他们两个表情好像才吃第一盘一样。对。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吃的程度是，就算吃饱还可以再来。嗯。当饭后点心，对不对？这个的味道真的是可以让你再来一个。好，泡芙呢又展开了这个对折攻略。嗯。对，每一个都是对折。再对折，这样比较好入口，而且不会屑屑掉的。对。因为泡芙最大应该最困扰它的问题就是都会掉出来，对，然后衣服都变很脏，对，这是我常年以来问题，真的。但我发现爱家是喜欢连料一起吃，嗯，他们两个有不同的吃的习惯，我觉得他们的那个 tempo 什么都不一样，对。哎，泡芙吃最后一盘了，时间呢还剩下9分33秒，好。泡芙现在用一种在吃下午茶的态度在吃，对，因为是最后一个，他想慢慢享受。那如果单吃这个一整天，我们今天就比吃这个，你们可以吃几个？可以吃几个？可以吃20个。都是这个口味？都是。好，可以有别的口味，但都是这么满的料。你太小看自己了吧？你有听到你有听到场外的声音吗？我怕我会腻。好，泡芙一样又把那个面包卷起来了。
啊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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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秒，所以只花了大概25分钟就吃完六个，嗯，等于一个平均花了5分钟，算悠闲啦，哦，蛮悠闲，蛮悠闲的。现在剩下1分55秒，完食，好强哦，太厉害了，而且他们的笑容令我感到害怕，他们有一种说我还可以吃五个的那种笑容。好，来看一下大家的满足指数。吃完100公分的可颂，满足指数都来到了5以上，季普星更冲上了8。大胃王一人吃下6份可颂，合计12份可颂，累计完食重量超过了11公斤，总长超过了8.2公尺，长度相当于2只成年犀牛。接下来大胃王来到了台北市信义区，在台北最精华的地段，最后的网络热点美食会是什么呢？这一家东西也超级疗愈，是一种小山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有那个牛肉上上面配的那个生蛋，旁边那个是优格酱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大家都是哇，你看另外的这个鲑鱼卵的，你好疗愈。景已经不是重点了，对，随便拍都感觉好厉害。一样，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这个好辉煌的时刻。1、2、3。那待会呢，我们会限时20分钟，然后这一边其实总共有7碗，然后两个人合力完成是100公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要出一个小考题，请问。通常我们开鸡蛋的盒子要怎么样才能完整打开呢？从哪里打开的是正确的？这一边其实总共有7碗，然后两个人合力完成是100公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要出一个小考题，请问，通常我们开鸡蛋的盒子要怎么样才能完整打开呢？从哪里打开的是正确的？请讲答。祖父，祖父，请说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里面会有一个。哇！哇！哇！祖父，泡芙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平常呢都是从进出这边去打。你说这边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每次用的戳戳，然后就刺到手。对，手都很痛。真的，但是也想玩。对，我因为我也知道从这边刺到每次都撕不好，我还是用剪刀才可以好好的。怎么这么厉害？厉害啊！你真的又会吃又会开饭的，你好棒！好的，所以爱家你可以选择你要吃几碗？我吃3碗。3碗，然后凤母吃4碗。好的，那我们限时20分钟，如果你们吃得完的话，在20分钟之内，我们会有鱼骨汤哦，好不好？是个奖励。那我们计时开始。普星的是正常版的，嗯，比他们矮大概，我们是小山，他们是高山。你现在几分饱？就8分。我大概是8.99分了。哇，你突然饱起来，因为路程过了，我就觉得有点越来越饱，越来越饱。但是两位似乎是没有饱的感觉，他们还是很满，超强。他的白饭其实不少哎，嗯，对，因为他这个山里面是满满的白饭，对。然后我觉得泡芙很优秀，因为它就是因为比别人多一碗，所以它速度比别人快0.5倍。对，它的肉很嫩，嗯，然后不会有腥味，因为它其实没有用到全熟。对，还有一点粉红色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上面还有蛋黄，然后你看这个饭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是每日限量，所以我们已经占掉别人那么多碗。它限量7-8碗而已哦。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把今天的量已经吃完。对啊，那你们直接吃完嘞？也是，因为我们有预定，所以别的客人耶 ，no soup 没得吃。嗯。因为它里面配优格酱也很特别。对啊。吃起来甜甜的，清爽解腻，而且优格是带点微微的酸。哦。你会觉得哎，搭起来很舒服。对。它的肉真的很美耶，而且它每一片都哇塞，那么大片呢。嗯。超大片。
我觉得我光吃两片肉就已经饱了。它肉其实很大，它的肉很大片，它看起来很薄，但是你吃进去哇塞，因为它没有，它是没有油花的那种，它是就是肉片。太棒了，你肉已经吃完了。它的战略是先把肉都吃完，对，然后慢慢吃饭。你们觉得这一碗是肉比较难，还是饭比较难？都不难啊，都不难，生菜比较难。不好意思，问错问题了。哦，生菜比较难，他是没有思考，直接说都不难。时间还剩下16分31秒，过了3分多钟。然后刚才在开拍之前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一点都吃不下，但一吃之后发现，蛮好吃的。你好像前面多吃几碗，对不对？嗯，胖虎已经吃完一碗了。胖虎要进入第二碗了。但我觉得它的肉汁保留的蛮完整的，虽然在嘴巴里面咬比较久，但它不会到太涩，对，就是还是有一点，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咬它。我现在一直欣赏它吃这些，真的，通常最后一家我们都是欣赏。对，我现在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差不多。OK。啊，真的一直盯着看不太好。接下来再进入第二碗喽，然后泡芙的第二碗呢，大概剩下一半左右的分量，到底能不能喝到我们的牛肉汤呢？时间还剩下12分53秒，泡芙第二碗即将进入尾声了。好猛！它这个 tempo 刚刚好哎，因为它本来就多一碗。对啊。OK， 完食。加剩这一碗，然后再一碗，然后泡芙也是剩下2碗，其实两个人的现在剩的量差不多。泡芙现在都会配速，对啊，你是先把肉吃完，这是他的策略，对，先把不好咬的咬完，待会饭呢他就用光速碗吃完。好，爱家呢是先吃饭，然后晚一点吃肉，他们两个策略刚好是相反。对，好，两个人现在一个剩肉，一个人剩饭。如果都解决得到的话，就剩下最后一碗了。不信，你觉得他们这一碗谁会先吃完？很难说哎，因为一个是肉，一个是饭。嗯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饭感觉比较多。对，那饭很多，它就是真的是一座山。哦，对耶。但是肉虽然难咬，但它剩很少。它现在一二三四五，是第五块。嗯。哇塞，爱家这个刮碗的声音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很大，我们要等嘴巴咬完，好紧张啊！好，爱家完食，接下来是第三碗，时间还剩下5分08秒，然后泡芙也要吃最后一碗了，第三碗，加油，喝汤。两位，你们觉得有可能？因为现在时间剩下4分43秒，你们觉得有可能在时间内吃完吗？不可能，努力好。然后两位呢？哇塞，我觉得泡芙有在加速了，他的肉已经要吃完了，他现在剩饭了。对，然后爱家呢是饭剩下一半，加油，我觉得有机会。时间剩下2分13秒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我也觉得有机会。哇哦，开始哦！先让先不要跟他们聊天好。好，对，我们先让他们好好的吃，加油。加油啊！爱家现在的策略呢是一点肉一点饭，一点肉一点饭，增加它的速度。时间剩下1分钟，好紧张哦！我也好紧张。然后再完成这个任务呢，20分钟内吃完100公分，时间还剩下15秒。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。4、3、2、1，差一点点，但是因为泡芙多吃一碗，多吃一碗，所以它速度超级快，它前面吹超快的，对，而且这个如果配白饭吊在一起，哦，他们可能可以吃20碗，真的。满满的肉汁，对，而且它有点像鸡汤，有，但是有那个牛肉的香气，对，这样它不会很清炖的那一种，对，
哦，一分钟开了啊！对呀、啊嗯，你很会形容哎、欸，啊，包裹完食，好厉害！对，你只多花了一点点的时间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一样，我跟雨欣享受一下牛肉给你们看，这个牛肉很嫩，挺耐用。感觉它肉跟牛肉，他想要把白饭泡进去，又比是差不多。很好，而且我觉得这种汤头如果配那个白面条，煮面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可惜差一点点，但是差不多完食，算是挑战成功了。对，我们100公分挑战成功。看一下大家的满足指数，超级饱，我也是直接爆表，爆表，还有9分，还差一分，到你还可以再吃啊、喔！你有在跟我开玩笑？7分。所以呢，今天虽然没有把他们喂到顶标，但是我觉得看了一场很厉害的喂食秀，对，你们表现得超级厉害，而且每一样食物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，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大成功。大胃王顺利达成100公分的美食挑战，累计完食重量超过了15.8公斤，总长高达9.2公尺，高度相当于1/5的自由女神像哦。然后两位呢，今天总共吃了15.8公斤，哇，很厉害耶！因为你们两个人每个100、100、100公斤这样加起来，这样对自己的成绩还满意吗？嗯，算可以啦齁。好，你似乎还是有点不开心，因为很想喝汤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外食，刚刚吃没吃？然后普京，你觉得今天这样子看一下，你觉得他们吃东西那个感觉啊，还有那个，我觉得真的感觉很轻松，就是吃这么多，然后可以就是保持的这样子面带笑容，然后真的是很满足，很享受这一些美食。对，我就觉得很厉害，而且最后还只有7分饱。对啊，这才是我最佩服的。你待会回家收工回家，你还会继续吃？可能还会。好猛啊！好强哦！我们俩应该就是饱到明天。我会饱到明天，我待会回去我绝对不会再吃不下东西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观众朋友你们还想看他们挑战什么话，都